想看第一个重点哦，介绍的是这个叫做四分位数。好，什么是四分位数呢？来，请看一下。第一个，我们先把资料啊，先由小排到大，然后我们开始规定一下东西喽。来，开始看。第一个，最小的资料呢，我们称为最小值；最大的比的资料呢，就称为什么？最大值，这个没问题。好，第一个我们先看，什么叫做第一四分位数？指的是第二十五个数字，第二十五个百分位，叫做第一四分位。那我们用 QE 来表示。然后呢，第五十个百分位呢，我们称为第二四分位数，也就是中位数，用 Q2 表示。然后呢，第七十五百分位呢，是认为什么东西？第三四分位数，用 Q3 表示。简单的讲，它是把一百分成几等份啊？四等份，也就是从零、二十五、五十、七十五跟一百。那第零个呢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最小值。第一百个呢就是最大值。然后其他的这里 Q1。Q2 跟 Q3， 这样会吗？会了哈。好 ，OK 的话，来我们看题型一第一题。好，他说呢有22个男生，体重呢，我看一下他排好了没？哇，没排好，就超讨厌的。好，第二题目说，请问你最小值是多少啊？最小值，来你告诉我这里面谁最小啊？有没有三十几的啊？没有，四十几的嘞？42，有比四的更小的吗？没有，所以它是42公斤，对不对？好，那 Q1 呢 ？Q1 的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就讨厌了。来，我们这个先讲一下。照理说哈，你看这边，照理说这个地方应该先干嘛，你知道吗？先把顺序先排好才对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因为空间不太够，所以不好意思，没办法。我们再用一些比较偷懒的方法。什么偷懒方法呢？请看一下 ，Q1 是第几个人？你知道 Q1？Q1 是第二十五百分位，对不对？第二十百分位怎么算？应该是25%去乘上22个人吧，对不对？所以约分是1/4，所以应该是多少？应该是5.5，所以应该第几个人？第六个人。所以我们看第六个人是谁？第六个人。好，我们先圈起来，就第一个。再来嘞，有没有四十几的？45，第二个。47，第三个。47还有吗？47还有，所以有1、2、3、4，对不对？然后5，还有吗？有没有50的？没有，只有51吧？有50吗？在这边，所以这50就是我的 Q1。那 Q2 呢？中间值嘛，那就其实如果你宽点的话，其实等于50%乘上22，那是第11个嘛，对不对？那就第十一个的话，这是第几个？这是第。六个，这个是第七个，对不对？第七个，然后第八个呢？第八个的话有没有52的？没有，有49吗？没有啦哈。这第几个啊？第六、第七、第八个的话应该是少52，没有53，没有54，有两个。哪一个？50%。啊，50%才对 ，sorry， 50%。好。哇，糟糕，我输，又输，我刚漏掉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还好。9，好，第十个呢？第十个的话，不是数到54哦。54，57，有没有55的？没有。好，这是第十个。8，然后58，所以58的话是第11个，所以答案就58。好。那再来第 Q3 的话呢 ？Q3 怎么算 ？Q3 的话应该就一样嘛，再加 5.5 嘛，好，所以应该是第17个吧。所以第11个在哪边？第17个，这个是第11个吧？哦，啊，第12个嘞？58，我们还没有58的没有？59，没有？60，有？这第几个？第12个，对不对？61，有？两个，所以是第12、第13，好，第14、64、15，再来，没有了，69，第16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样子的话合理吗？对，再来没有再来还有70，所以70应该是第几个？这个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1、2、3、4。70是我答案嘛？好，这样是70。
那最大值的话呢，最终那个嘛，答案是95。好 ，OK， 这个白写上去。这样，这边好像有个地方我们讲错了、哦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这边哦，第三个跟第四个答案啊有问题哦，我们看一下，第三个答案呢、啊，我们算出来不是11吗？那这边呢，刚才我们讲的公式呢，我们没有把它讲清楚、哦。这边我们说，如果 y 一，来看这里，看这里 ，y 一那个 m 是整数的话，我们要找数找谁？找谁？你知道？找是 d n 位跟 d n 加一位数字的那个算术平均数，才是它的 d k 百分位。什么意思？像看这一题，这一题看这边，这个我们算出来不是第11个吗？对不对？那第11个是58吧？那问题是那个11是个整数嘛，所以我们该找谁？你知道找第11位跟第12位的算术平均数，所以我们找谁？我们找是58跟60才对。所以这个题目怎么算呢？应该是58加60除以2等于59，这个才是我的 keyword。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原因它的原因是一样的，就是说因为总共有22个男生嘛，那22个男生的话呢，他的算出那个什么中位数不是应该是第11跟第12位吗？所以要相加除以2，这是一样的意思，听懂了哦。然后这个呢，刚才我也不小心算错了，应该是11加上 5.5， 所以应该是15.5 才对。所以我们要找谁？我们应该找是找第16位，不是找第17位。16.5，所以应该找是找第17位吧。第17位的话应该不是70哦，应该是69才对。好，所以应该是69才对。我要改一下。好，这两个地方小心一点，就是第一个啊，其实我先讲一下啦，因为这个老师因为版面的关系，所以我就偷懒。不然照理说，其实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怎么办，你知道吗？排好以后啊，你找前面简单的说，我教你怎么看哦。来看这边，看这边，我教你个绝对不会错的方法啦哦。你把这个数字啊排好以后，对不对？我教你怎么看哦。你就找正中间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你的 Q2， 然后前面的一半呢，这个地方是 Q1 好了。前面对不起，这个是 Q， 这个是对不起，这个是你这两个地方的中间这个地方有没有？就是你的 Q1。然后呢，后面的一半的那中间呢是谁？就是 Q3。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其实正好最好的方法其实是应该是把它先排好出去，然后呢前面的二分之一就是 Q1， 就是第一四分位，后面的一半的那个中位数呢就是那个 Q3， 啊全部的一半呢就是 Q2， 这样懂吗？哦啊，当然如果遇到那种所谓的什么东西啊，刚好整数的话，一定代表说是刚好可以整数嘛，整数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一定是因为什么东西啊，连续或两个中位数，所以你要相加除以2，这样子会了哈，听懂 ？OK。好，这个地方写下去。